谢谢。这是一层，还有二层，还有三层，还有四层。四层呢？哇，天哪！谢谢。你着急？有事忙你的啊。啊，看来有着急回家的 啊。哎，那两位走了。真走了是吗？上厕所，重庆话怎么说？上厕所。上厕所。嗯，谢谢。我娘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没听懂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啊。我了，谁给我们翻译翻译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，这撒尿啊！哦，撒尿啊！啊，我了，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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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听着还挺好听啊。我知道这个重庆话跟成都话是有区别的，虽然都是四川话，但是我特别喜欢听四川话，尤其是我有几个朋友，什么谢娜呀、杨迪，他们都是这儿的人，经常在。他私底下说这个四川话，我觉得特别好听。川普 啊，尤其是男生说四川话，我觉得特别的，特别嗲。你说，就比如说有个词啊，就、有个词儿，咱们那边都是，哎呀，真烦，都是这样。到四川，好烦哦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有这个，特别有意思。嗯。啊，那是成都、重庆怎么说？好烦啊，是吧？烦得很。哦，还不一样，成都是好烦哦，啊，这边是烦得很。我了，对，那个，瞧出你水大来了啊！哎呀，是你那个你自己先说一会儿，我去尿一泡。你回来回，说尿就尿着。特别想尿一泡，留住啊！谢谢朋友们，特别开心啊！接下来我就不想演那个节目了，我都。好，没见过尿你们。那个，其实大家熟悉我的这个身份呢，一般都是什么电影明星啊？谁说了这话？还电影明星呢？电车压死那个叫。什么相声演员呐？啊，这是什么国际巨星？这些个称呼我都，国际我可没看出来啊，国际脸我看出来了。吴彦祖啊，其实这些称呼我都不在乎，无所谓。你不在乎你说的干嘛？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身份。还有什么身份？其实我是一名戏曲演员，真的。什么？戏曲演员？戏曲演员？对。啊，那就是唱戏的呗。对，戏曲明星。什么叫明星？我就纳了闷了。您唱什么戏？我听听。嘿，河北梆子。哦，河北梆子。对对对。哦，你知道我在哪个剧团吗？啊，你哪个剧团呢？山东枣庄。山东枣庄河北梆子豫剧团。我是主要演员。真的。您是不是让人骗了？没有啊。河北梆子跑山东枣庄唱去，怎么了？那都画着嗓子呢，都，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、哎，我就在那儿造就的我，那儿成就的我。哦、后来学的相声，说了相声。哦。为什么敢说相声呢？因为说相声稍微得赚点钱，唱戏呢不赚钱。不赚钱。哦。哎、所以说改天孙老师，咱们两个合作一回，唱一回河北梆子，好不好？哎、约点。到北京。约点。咱们就可以合作。现在是重庆。约点。你不要总扒拉我，好吧？谁扒拉你了？我了，我扒你得了，不是？您等会儿，不是岳老师，您唱河北梆子，我还真不太相信。我就问问您啊，您唱河北梆子是唱哪工的？唱哪工？一看就不懂戏曲，唱戏不分公母，知道吗？哦，您是这么理解的？公母像话吗？就是您唱什么行当？什么行当？嗯，青衣。哦，就是那个哦，那样是吧？女了女气的。哦，瞧着这个，瞧着这个。娘们唧唧。啊，这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很形象，很形象啊。哦，您是唱青衣的。青衣。哦，您那说什么？哪天您要带着我唱唱？对。
岳老师，您可能算是撞枪口的。怎么呢？跟您这么说啊，打小呢，河北梆子我也学过。哎呀，没想到吧？我的，是啊，是那个。咱们这么着吧，您也别、哎啊、你那个马褂，你等会儿我不要了，我烧给你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也学过，我是正经，我是唱老生的。不是你学他干什么？许你学不许我们学呀？啊，可以可以。我正经行当是老生。啊，豫剧呢？豫剧你了解吗？豫剧？怎么改豫剧了呀？不是河北梆子吗？行，就聊河北梆子。啊，对呀、啊。你是唱什么的？老生啊。老生，你看这个人没有文化。我怎么没有文化？怎么可以老生呢？虽然是开放了这个二胎，但是老生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不可以，那不可，你媳妇受得了吗？你等会儿，你等，我体格还行，听这意思。你媳妇是个变性。哪个老生？你提他嘛？你这是？你不是老生吗？不是，你怎么虚生？对，需要的时候再生，对不对？我还有节制，你看，不是胡生，胡生也不行啊。胡生乱生，一窝一窝的生。我跟你聊不明，你一窝一窝的，你怎么不明白？这怎么又怀孕了？谁又？什么话？您就是我怎么？我是对长胡子的中年男人，哎，这个我就明白了。我是青衣，是女了女气的。哎，你来演那个长胡子的中年男人。哎，对对对，好好好。哎，您大哥请坐下，挡着后面的观众了啊，谢谢。哎，好好好。协管也干过呀，都什么都管呀，这玩意儿都可以。不不不，您也甭哪天了。嗯，您要是正经科班，您学过这个，今儿。咱俩这来一出怎么样？在这儿来一回，来一回，我两什么？我不行，我想尿尿了，我都吓尿了啊！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来一出不行吗？你这也没有什么锣鼓场面，也没有帘儿，这怎么唱啊？您等会儿，我没明白，锣鼓场面我这，您就是乐队哈、嗯，乐队没有，咱用嘴学就行，因为咱都清唱嘛。对啊，我上场您打家伙，您上场我打家伙啊，您要帘儿干嘛？帘儿唱戏吗？对不对？你帘儿一拉开，哎，就可以唱了。帘儿吗？帘儿拉开，干嘛非得要帘儿？没，哦，大幕。对，大幕，有大幕吗？没有，不用大幕。相声舞台有什么大幕？我也没有这个戏服啊。哎呀，您那就真啰嗦，你说这没有戏服就不穿就完了吗？不穿了太好了。对，打刚才我就觉得热。哎哎，没挑戏呢。哎哎哎。您这是什么职业特点？手真快啊！抓紧时间，等着加钱是不是？好嘞！哎呦，不是，人家都加钱了。好，不到十秒钟，俩扣都开了，你着急翻台是怎么着你？这还有翻台？干嘛呢？这谁说不穿衣裳了？你说的不穿了？不穿这个行头细衣。就穿大褂素身唱，行吗？啊、行行行行行。因为您是青衣，我是老生，咱还得挑出戏，嗯，得挑一个就是这个男女老生这个戏。行行吧行，因为我会的少，您是科班是不是？啊啊，我挑我会的来。行行吧，你挑戏，我挑戏，因为我会的太多了。那是那是那是，我会一万多出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一万多出。对啊，您都会什么？我听听。嘿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听过吗？传统戏。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，听过吗？您这俩是一出戏啊。梁山伯与伏地魔，听过吗？哎呦，行了，还与时俱进了，你看看，还伏地魔了，还。梁山伯与伏地魔，我来不了这个，我来不了。梁山伯骑了扫帚。哎，这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扫不行，我听着，行行行，这么着，我挑戏啊，我挑我会的来，行吧？你挑。咱们河北梆子戏，我想有什么？咱来一出《白蛇传》怎么样？《白蛇传》，嗯，真会挑戏，好吗？《白蛇传》好，谢谢谢谢，爱听这个。那咱区分一下，好，我是青衣，啊，我来白蛇，好，你来转，我来，好不好？贪吃蛇，好不好？你等会儿没听说过，你来白蛇，我拿我当陀螺了是怎么的？我来转，那没有您那，我来白蛇白娘子，对我来许仙，许仙啊，刚才你说了，嗯，胡生，对啊，老生。许仙没有胡子，许仙是小生。哦哦，对对，忘了。来我来。法海，好，我来白娘子，你来法海，你追我好不好？
我追你干嘛？我说你耍流氓，你这诬告。没有没有，我来我的法海是花脸了，其实法海是。嗯嗯。这么着吧，那这出戏都 pass 了啊。嗯。咱们来出这个秦香莲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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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会不会，你乐什么？你真行。就为了掩饰尴尬。得这么着吧，哎，这位先生，我会的不多啊。啊。再说一出会就唱，不会鞠躬下台。好，这好。嗯。咱来一出风和湾。什么戏？风和湾。风和湾。对，鞠躬下台。鞠躬，哎，您过来，下台讲话吗？风和湾您不会啊？哦，您说的是风和湾呢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听错了。您听成了？我听成风和湾了。您听成风和湾？其实您说的是风和湾，我以为是风和湾呢，原来是风和湾。要不还老魏就忙活得了，我再不是风和湾是会不会唱就完了？可以。会唱哈，风和湾。完了，咱还得敲这个戏胡唱。嗯，就中间有这么一折叫闹窑。闹窑。对，就两个人物，很简单。什么窑？一个哎，破瓦寒窑啊。破瓦寒窑。嗯，行行吧。行。完了，就两个人物，很简单。谁？一个薛仁贵，一个柳银环。我来谁？您来柳银环呀、啊。你来谁？我来薛仁贵。咱们两个什么关系？夫妻两口子。夫妻两口子。哎，是。我告诉你，姓孙的。怎么着？就台上这么一会儿。干嘛、啊、演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，你要上我屋敲门跟我过日子我可不愿意。我上你屋敲门的目的就是活埋了你，干嘛憋着跟我过日子呢？是的，因为我生不了孩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长得脸面相都不对是吗？啊，咱就戏台上这一会儿行吗？好，完了咱搬一下桌子，分出就表演区域来。分出表演区域。哎，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为后台，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。可以，行吗？来来来，完了那个就是您学位，您像个女的怎么样？我这不像个女的吗？不太像。我捯饬一下。您捯饬捯饬。稍等一下。哎，您化个妆。我去拿一个道具。我还有道具。你看，跟这个专业的演员没有搭帮唱过戏。嚯，这专业的演员可能都有自己带着什么戏衣都。好家伙，一出溜一出溜的，看。哦，您这是什么道具啊？这是。哦。好看啊、嗯，削了一半的土豆，这是啊。听不清，听不清。哎、对，半耳朵露出来，半耳朵露出来，对。哎呦呵，好这个脸，正好正好正好啊！您这就代表是柳银环女的了。柳银环，好好，咱搬一下桌子行吗？好，来，哎，就搁这儿行了啊。完了呢，我还得搬把椅子。谁去搬？我去搬，有场面小座。我去搬吧，老师。孙老师，我去搬椅子吧。孙老师，您这么大身子不合适。哎呀，跑得还挺快，还挺溜走。老师，我去搬吧。我去搬椅子，老师，好不好？我去搬椅子好吗，老师？完了，搬呢，光动嘴了。别冲我吼！怎么了？我是你娘们儿。不提这个怎么都行啊！行了，咱归后台开始唱。这就开始唱啊！您想唱我打家伙，唱唱您打家伙啊！咱开始。您叫。您叫。叫啊！我说得有帘吧？我让你叫什么呢？我让你，你让我叫，我没有帘我叫不出来啊！你要叫我就出去了，知道吗？你让我叫，叫什么呀？叫板！哦，这就开始唱了，唱了，明白了，叫板。板就是叫板啊，你让我叫板的呀，叫板起唱，板起唱，对对对对，板起唱像话，板起唱什么没有，
就这么一句词儿啊，这一句还有词儿呢，丁山儿该来了，老词儿啊，老词儿啊，哦，从这儿开始唱、啊、从这儿唱啊，明白了，您叫板啊。你是不是死的冤啊？你死的冤，干嘛呢？干喊呢？那怎么着呢？您得有韵呢。有什么？有韵。我有不了韵。你有不了，你有不了，你有不了。今天没我的指标。就行了，行行。你也没那设备，知道吗？戏韵。戏韵。这句得唱出来。戏韵什么韵？丁山儿哦该来了，嗷、哦、你唱出来呀、啊、就这么简单一句啊，就这也叫好。您来您来您来，见过直类黄瓜吗你？对，这是莴笋。丁山儿哦该，丁山儿啊，干什么？怎么了你？你疯了？我怎么什么疯了？我长这么好看，这么直命，你拿这个东西挡着我干什么？不是您明不明白呀、啊？这句是闷帘刀板。什么叫闷帘刀板？您在台帘后边唱的，还没出来呢。我说有帘吧？这不是，这好比是台帘挡着点儿。哦，这就是门帘子。这叫门帘子。你说清楚了啊！哎，对，门帘子。我以为你要挡着我。旷世美颜呢，我以为。我想吐有点。丁山儿哦该，丁山儿哦，丁山儿。那你干嘛呀你？本身我就是谢顶，你玩命扒着我脑袋，还你讲理不讲理？谁不讲理啊？我问你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门帘啊？我扶点门框。我丁山，没有扶门框，唱你的就完了。不让扶门框，不让扶，那么多事儿，你行。丁山儿哦该来了，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，咚里个隆，咚里个隆。咚里个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咚。丁山儿哦该来了，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，咚里个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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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咚。咚！你跑什么跑？前面有套狗的呀！啊？为什么谢我？你干嘛这跑什么跑啊？你到这儿有四句唱，你唱啊！哦，该我唱了。废话，有四句唱呢，我还有四句词呢。不出来就完了，是怎么着？什么词儿？不是您会不会啊？我忘却了。你这能忘啊？你没专业，时间太长了。我提醒啊，头一句，我爹儿风和湾前去打雁，现背啊。这是第一句啊，对，据我所知啊，还有第二句。废话，天到了这般时分，不见回还。第三句，响声来之在窑门以外。第四句，等我爹儿回来，好把饭餐。餐是就是吃。吃餐一样，好好好，真行，费了劲了。丁山儿哦该来了，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，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
粉河湾，声太老了。前去大雁，天到了这半时不见回还。将身儿我坐之在，咬了门那一里外，外外边冷，冷冷也坐外。依你咬了门那一外，立个灯。餐，餐。你说吃餐一样的，那也得餐。依你餐吃西餐，还吃西餐呢？还大家伙，麻辣！当里个老，当里个老，当里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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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薛仁，当里个老，当里个老，当里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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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薛仁。薛仁，你为什么不断的歇我？废话，我歇死你就完了。让不让人夸你？您这弦没了是怎么着啊？啊，这弦怎么了？您怎么不明白呢？我这一张嘴，您就别拉了。那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呀、啊！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呀、啊！不是，我正拉着呢，你行了，你张什么嘴呀、啊？不是，我这一张嘴唱，您就别拉弦了。再说我这打手势了，什么手势？我让您打住，这是打住啊！打住！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。对、哎、对，你好不了了你。妈了，大里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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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。薛仁贵做事。太端那剑，雕翎剑射万通，是命人黄了泉。哎呀，他的父相儿难得要见，他的母相儿是泪连连，正催马来用木瓦看，剑一大扫左右我前，摔等立案下了马。进了大嫂李亚当啊，谢恩！哎呦，我得死在弦上，我得。啊，大嫂，请来见礼呀、啊！讨厌！我怎么了？我就讨厌。啊，大嫂，请来。怎么那么讨厌呢？啊，大嫂，请来见哪里？当什么当？啊，好做派啊！还当那个人，怎么了你？啊，你要干嘛你？你谢我三次了，我本来头发就少，我头发多呀！真是的，没没了干嘛的？讨厌他，我怎么那么讨厌我？那怎么着呢？啊、我这给您见礼呢。我您得说词儿啊！我什么词儿？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失礼者为何？还是老词儿，告诉你老词儿了。啊，大嫂，请来见礼呀！啊，换礼了，换礼了。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失礼为何你？我迷路了吧我？啊，大嫂，敢问此地什么所在？重庆是。重庆，重庆啊！重庆戏词儿，你问是不是重庆？不是戏词儿，我的词儿不粗啊，粗戏呀 啊, 啊，戏里边的词儿是龙门郡，龙门郡啊，瓷庄呢，大理堂，大理堂，这老艺术家，大王庄，大王庄啊，大王庄打听一人不知大嫂可曾知晓啊？啊，有名的不知，无名的不晓啊。提起此人，大大的有名。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？刘员外之女，薛仁贵之妻，刘世英呐，你问那刘世英换吗？真是。来了，老弟。就去你的吧。
谢谢。刚才这段相声叫做《汾河湾》，这是一段传统的相声，我们行话管它叫腿子火。对，就是关于唱戏的，把桌子往后搭一搭，台上遛腿吗？台上走来走去。嗯，我相信这个节目应该在重庆还是没有出现过。我们为什么 拿这个节目带到舞台上呢？首先我们觉得还挺新颖，虽然它是一个传统相声，对，但是我们融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，带到舞台上逗大家开心一笑。我们没有太多的别的能耐，我们只是会一点点的相声，带到舞台上逗大家开心。接下来的时间这叫翻场。翻场的时候，刚才我们往台下走，主持人上来悄悄跟我说一句话。啊，说什么呀？他说他等我。对，这这这。说实话，他在告诉我们演出时间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有明白人啊。已经是11点多了。对了，马上就是不是就过年了哈？我刚才看到已经有的观众陆陆续续往外走，很正常。对，往常我们演出的时候是我俩哈，你尿去呀你，老告诉我干嘛？往常演出7点半开始，演到10点多。对，一般是10点半。对，今天呢，就是开场开的晚了一些，8点钟开始。是，我们争取呢。演到12点，因为跨年嘛，对，跨年，我们一定要让大家觉得不虚此行。对，毕竟我听说在那个解放碑有10万人在那儿等着倒计时，每年就倒计时哈，每年倒计时，嗯，最少有10万人，是不是？今天有好几千观众没有去那儿，那个等着倒计时来这儿听我的相声，对，诚惶诚恐，是，何德何能能够让大家来这儿？听相声，是因为那10万人没买着票啊。可以这么想啊。他倒是高兴了。啊，谢谢。哎呦，你穿白衣服的大哥要走是吧？干嘛去？不了啊，这地方真利尿啊。谢谢谢谢。朋友们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咱们可以聊会儿天儿，共同探讨。明年还来不来？明年。我们再好。可以，宋情郎可以唱。你放心，都得唱，嗯，因为得占时间。明天，明年我在哪儿？啊，明年跨年，我不知道，一切都是公司安排的。对，明年具体的行程，我们也不是哪儿跨啊。师徒父子，师徒父子现在定没定我都不知道。嗯，因为这些不归我们管，我们每年啊年底的时候或者年初的时候会开一次会。嗯，有演出不规定，演出不规定，今年谁到哪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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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提前会安排好，沟通安排，我们会提前公布的啊。嗯，明年要来，我特别喜欢重庆这个地方啊。对，谢谢，我对重庆还是有感情的，是因为我在这儿。我拍过一个电影叫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。哎，对，在这儿哈。那个导演叫张一白，就是重庆人，对吧？我在里面演的一个角色叫猪头，追燕子追车那段戏大家都看过哈。明年会上映一个电影叫《鼠胆英雄》，《鼠胆英雄》的导演叫树焕，也是重庆人，所以说我对重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你是卖给重庆人了 啊！我对重庆感觉特别的好。是，找个重庆媳妇儿哈。嗯，我媳妇儿不愿意，估计。对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啊，你们愿意啊？不行不行啊！那个，大哥，你的票是那儿吗？你的票是哪里？对，先坐回去啊，别着急，还早着。没有票。你一直坐在那儿，一直蹲在那儿啊！你的票估计是在后面，臭不要脸。
有可能楼上掉下来的啊。没有自己的票，坐在那儿第一排的位置啊。我啊，我今晚住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一个大老爷们问俩大老爷们今晚住哪儿？这憋着当上门女婿呢，嗯。我们住哪儿啊？其实这些信息呢，说实话，这是个人的隐私。有一次我们在外地演出，特别逗，我喜欢啊，演完出之后回去泡一个澡，放松嘛。因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，我们两个人在台上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，虽然会下去休息一会儿，但是在台上站的时间比较长。我还好一些，孙老师，你看他幸亏有个桌子啊，那个我拿着当轮椅了。对。而我们站时间长了，这个腿会不舒服，尤其是脚后跟会很疼，容易静脉曲张。我就会泡个澡。那天我正泡着呢，差不多凌晨一点钟的时候，正泡着呢，梆梆梆有人敲门。我心想，服务员这么早就打扫卫生吗？太早了，太早了。我就披个浴巾，我就出去了。一开门，有夫妻两个人。哎呀，小月，哎呀，我就知道你住在这里。我们提前那个购买了你的信息，他说的是购买你的信息，知道你住在这个房间，我们特意住在你的对面啊。现在是凌晨一点，咱们可以一起嗨一嗨吗？当时特别尴尬，我正披着浴衣呢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说大哥别这样啊，你们两个人两口子赶紧回去嗨啊，我自己回去好好泡个澡休息一下就好了啊。都是好心，都是对他们，估计他们也没有坏心，就是想跟你认识一下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类似这样的事情。还有很多，反正就不能再多说。净披着浴袍开门，那就走一个，慢点啊，大姐啊，慢走慢走。他是拿着包走的。废话，人走了，包搁着丢了怎么办？说点别的问题吧。嗯。说。上不上春晚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嗯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真不会聊天，我看。现在呀，就每年之前上过两次春晚，我们都会有一个协议啊，就是不对外暴露，保密，请大家理解。啊，今天也签了，哎呀，套路好深啊！嗯，啊，就你这嘴跟漏勺似的。哎呀，重庆人那么有套路啊！嗯，等一下，我这裤子有点掉。开心的裤子都松了，你看。有的朋友说不能再瘦了，是真的啊。是。因为我为什么瘦呢？是因为孙老师最近瘦了，大家可以看两年前的视频跟现在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他现在看起来还是很胖，但是他已经瘦了差不多20来斤了，二百多斤，现在瘦下来剩了200多斤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原来基数太大了。我呢是瘦了将近20斤，我是觉得孙老师瘦了，我必须瘦。对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必须有这个反差。如果说我们两个人这个体型一样，我不如去死。那我还挺顽强。嗯，刚才我看到听到朋友有说德云一哥的事儿，这是一个常年的话题。对啊，每次演出机会都会有人问谁是德云一哥，我再说一遍，当然是郭麒麟。对，因为他姓郭，他姓郭，子承父业嘛。对，张云雷姓张啊。对，张云雷今天在青岛，在青岛呢。我们今年跨年演出，德云社就派出了5场。对，我师父在北京，张云雷在青岛，我在重庆。对。孟鹤堂在天津，张鹤伦在厦门。对，烧饼呢？烧饼已经在家，已经落魄了。不是那个，烧饼在家带娃。烧饼可能跟我师父在一起演出，有可能在北展呢。对，谢谢。干嘛去俩人？二位走了哈，这么早，好，慢一点啊，来吧，坐这儿来吧，有地儿了。你一直在那蹲着，坐这儿来。坐吧，坐吧。来，要不这空着俩座，我们看着也别扭啊。刚才有一个人问这个大褂为什么是前开气儿哈？创新啊，
这不算创新，其实说实话我们俩这个大褂还真的千奇百怪，前开气儿是四开气儿，以前的大褂都是两边开气儿，我们这次呢是四开气儿。大家记得过去那种衙门那个衙役，过去清朝的官服都是四开气儿啊，四开气儿，就我们 一点点创新，一点点创新，我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，就哎，谢谢，立马都补上一个这儿，方便活了是不是？没有啊。好了，咱们聊点别的。说点不能说的，哎，这个大哥真的好骚，那个，你闻见了是怎么？不行啊，不能说，我们也不会，我们是有职业操守的，我们也没有学那些个不能播的。对，嗯，我是哪个大学毕业？我是北大。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。好，等半天了啊，嗯！我在舞台上经常唱这首歌，希望大家将来的某一天想起这一天，像往事一样去回味。哎呦，好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唱给大家好吗？来，音乐。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，嗨起来，多扎心。
我当然会来，当然会。漂洋过海来看你，哦，这是一个点歌的时候啊。点歌来了，该。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我就猜你们就不会了。就起哄。宋青，宋青郎可以唱，宋青郎一唱彻底结束啊，全场下班啊。稍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，探清水河，这是我们小辫的这个专利。张云雷，对。最近在网上很多那个桃园的先生，他得得得啊，得得，经常有那个得得，还有那个嘿，大家就听的比较多了，因为那个东西我真的唱的没有人家张云雷好听，咱有什么说什么，唱不过人家啊。孙老师给我们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我来吧。我这真不爱唱，我这嗓子，您来吧。哎，岳老师，我真唱不了。我是真唱，我这嗓子不爱唱歌。孙老师经常在家唱，真的，而且自己唱自己回答那种。自己回答。我给你学一下啊，孙老师在家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多讨厌了，就不告诉。哇，你们什么都会唱啊？对，都是邻居。他什么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嘴多硬，经常是这样在家唱。其实孙老师会唱，他只是不爱唱。我真不爱唱。他那个嗓子呀，就跟棉裤腰似的，他也唱不好。什么您呢？什么？跟棉裤腰似的，真难理解。哥们，今天跨年了，我是真不爱唱，说啥您来，留下两嗓子好吗？我真来不了。我能唱，我真的早就唱了。我这不学尿尿。我了。来来，您来您来，我唱吧。对，您这嗓子好。还有什么？拆西厢，盈盈门坐，手儿托腮。哎，我叫个快板好不好？来个板子。后台有板子吗？后台准备个快板。哎，对，我每次他们打的都比较慢，因为这个竹板书啊很难唱，每两句一个高腔。每次都是你呢，怎么？就我一个会打的。来来来，把马褂脱了，顺眼给大家唱几句啊，因为这个太长了，而且不好唱。快一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盈盈门坐，手儿托腮，叫声红娘，你快过来，你姑娘有见。这个不明的事意，从头你要讲个明白。你姑娘我是这个闺阁的女，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。张君瑞本是一位唐朝的客，咱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，唐宋相隔有这二百载，何人编出这部西厢来？红娘闻听抿着嘴儿的笑，姑娘明白这个我明白。老爷在朝
他是八官做官居平时位列三台，宋王爷开了那叫文考场，天下举子们进了京来。好了好了，谢谢谢谢。主板书其实很难唱，大家能听得出来嗓子比较疲惫了，有个高腔，高音儿的。嗯，喝点水不？没有没有。没有还有什么想听的吗？照花台。照花台。咿呀嘛更儿哩。这你们都会干嘛？你们要我干什么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、还不至于。啊！哎，新的哈，这水太甜，太甜了，我那也甜。对，姑娘，请你拿走我广告，请你拿走，谢谢，谢谢。太甜了，掉头发了。还有什么？女儿情。女儿情，去年我参加了个节目叫歌手，我跟李健啊一起，笑什么，有什么好笑的，就牵手没有成功啊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声僧，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戒律清规，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，爱恋意，爱恋意，愿今生长相随。我这个人呢特别的不吝啬，我会什么就唱什么。我为什么在台上走来走去呢？因为这样比较不累啊，活活血。还有什么？一回生二回熟，大家这么喜欢这个歌呢？超级喜欢哈，这是我最早特别喜欢的一首歌。是国外的一个最香民谣、特别的好听。我喜欢这个旋律，对，这个原唱叫离家五百里，就是特别伤感的一种感觉啊。我给改了一个词叫一回生二回熟，唱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呢每次唱可能拍子都会错。这倒是 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一定会给大家唱准，唱对，哪怕这一遍没有对，我再唱一遍，对，一直给大家唱对了为止，好不好？一回生，二回熟。我会提醒你的。不用，省得过年了，因为。来，来吧，放音乐。明天再上一层楼。回首，这是我最动情的一次。第一次全对啊。真的，唱歌薛之谦跟我说过，说在录音棚唱歌什么都可以修，只有一个东西不能修，那就是感情。在台上唱歌的时候，你要走心。要投入你的感情，你就会感动自己。我不知道能不能感动大家。其中有句歌词叫慢慢走慢慢走，明天再上一层楼再回首，我觉得跟今天特别的贴切。明天就是2019年，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。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网站前的朋友们，多官方，明天再上一层楼。对，
好感人，好感人。不是自己给自己感动到啊，多会煽情啊。还有什么？大家听不到五环之歌就这么遗憾吗？好的，好得劲儿了。好的，满足满足啊。既然这样，咱就热闹。不，咱就可以，我先唱一遍，然后一会儿呢，大家录完我唱完之后，再把闪光灯打开，因为闪光灯呢，它是反面，是吧？咱来个夜空的感觉。咱可以先不用闪光灯，先录一遍，等你觉得录够了，再用闪光灯，好吗？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，掌控全场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。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一起唱好吗？哎，闪光灯。今天很多电视台都是跨年演唱会，对，咱们也跨一回年，咱们也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啊。来，有灯的都打开，把场灯调暗一点啊，好看。嗯，哎呦呦呦！场灯灭了吧，灭了吧，把灯，哎，啊！稍等一下啊，我发现一个情况，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啊，要脸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把这个场灯再关了啊，关了，把灯关了。来，今天不是一个要脸的时候，把不要脸留在2018，对，好吧，丢人丢今年。一起不要脸的感觉多好。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终于你会这样，我出个主意啊，咱们把机会给楼上的朋友啊。最楼上，这是一二三四层的朋友，四楼的朋友啊，二三，一二三楼的朋友，咱们都不唱了，给四楼的朋友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一二啊！哇，没有钱还挺有劲儿。五环。没有钱还不要脸，哼！一天你会，谢谢，真的感动到我了啊！嗯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这帮不要脸的欢聚一堂。嗯，对，要尿啊，不了。哎，要了啊。哎，我真的想去尿个尿呀。憋着。赵花台，我真的不会唱。赵花台就是会几句，他不会，不全，是吧？那咱就一起唱吧，赵花台，好吧？咿呀嘛更儿哩，
月影儿照，秋香姐定下了计，她说晚不上儿来呀，那庭前多恩爱耶，恩怨得乱风，早早配火下，还真会。二呀嘛更儿里，啊，还是赵华台。行了，看来大家就会一段啊。哎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还有什么？孙悦，看来你今天来不了，不来真的过不去。我是唱不了这个。咱俩一起学猫叫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。后边什么来着？我后边我不会了。你就会这两句吗？我们于老师唱的特别好。于老师好家伙，老骚猫。对，贺浩，贺浩，老骚猫。哎呀。最浪漫的事，最浪漫的事，唱给大家啊！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聊聊愿望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，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，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，他说最爱我的唇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待我像从前一样好，如果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，把别人拥入怀抱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鼻子犯的罪，不该嗅到他的美，脱掉一切陪你们睡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得去看看几点。好，哎，好，接下来有请我们其他的演员再给大家见一个面，好不好？2018见最后一面吧，因为还有七分钟就跨年了，就倒计时了。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第一位刘晓婷，岳云鹏大徒弟。哎，我徒弟啊，不认识这个张九泰，张九泰，刘哲老师。刘哲老师啊，刘全淼老师，哎，全淼啊，全淼，张潘，小菊，刚才有个朋友点了你一个七月上，给大家唱几句啊。七月上啊，想清楚了啊，现在整理的特别干净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好好唱。我欲乘风破浪，踏遍黄沙海洋，与其无悔一场，也要不负勇往。我愿你是姑娘，从未红杏出墙，站在你家门框，叫我一声流氓，就让我走向你，
走向你的床，就让我看见你，看见你的伤。突然门铃一响，进来隔壁老王，仨人都在床上，后边你们去想，四个二带俩王炸。你刚才要唱这个，你师傅可能真不会啊。这可不是我教的啊。这不是教。张帆来，给大家唱两句。张帆能唱，唱得好。刚才演的是一个百家姓，没给大家唱，给大家唱几句，这个特别棒的演员。谢谢师哥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大家啊！唱两句薛之谦的歌吧，因为前两天我看我师哥跟那个薛之谦有一个合唱，挺失败的。然后薛之谦挺失败的，我师哥特别棒。哎呀，吓死我了哥！唱两句啊，你还要我怎样？就是他那个老王进来以后，那女的就得说你还要我怎样，就是这连着啊。你还要我怎样，要怎样，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。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，爱过你很值得。我不要你怎样，没怎样，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，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谢谢。还挺像啊！我第一次听他唱这个歌。对，谁？二哥啊！二哥来一个，哎、啊！小婷，小婷，哟，这有点意见，放这儿。来，二哥来，来二哥来什么？我唱一个《往后余生》。往后余生，往后余生。大年底，你瞧瞧。啊，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，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。人世纷纷，你总太天真，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，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清贫也是你，荣华是你，心底温柔是你，目光所至也是你。谢谢。这孩子们都了不得，现在都，嗯，还想点谁？不喜欢可以换啊，那可以换一批，可以换一批啊。刘玄淼，哎，来来，哎，来吧。谁呀？你呀。咱可是跨年啊，咱要跨好了就别让我唱了，真的，我能带着大伙儿一块儿跨不过去，我可给劲儿。哎，对，这聋了，这个。明年，明年，明年，谢谢。对对。这是小老弟的。我说两句啊，大伙儿别难为他，好吧？谢谢大伙儿，真不行。所以咱们一鼓掌呢，不是我不行，不我不行，你行，你来，朋友再来一个好不好？好，哎，我别来了，再来个薛之谦来，那行吧，那我替全淼唱一个行吧？好，谢谢啊，我替全淼唱一个啊，谢谢啊，嗯，我说啊，行，来两句啊，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一视而不见。别逼一个不会唱歌的陪你跨年，
不会了，就为骂巨蟹。还有一分多钟，还有一分多钟啊，就跨年了啊！我们就进入2019年，很开心，很激动，能够跟大家在一起，共同度过这美好的时光。又是一年，又是一年，嗯。那个，我们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了？我们啊，吃火锅，重庆话怎么说？吃火锅。对，你吃火锅。对。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，想有美好未来。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，想有美好未来。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噔噔。没爬上来，没有爬上来。对，还有，还有，哇，好激动！二十五秒，还有二十秒吧，还有二十秒，十八、十七、十六、十五。